这拧拧擦擦的，你又进那里干啥呀？你进洗澡间干啥？你瞅瞅这小孩，这一天还有整，又想洗澡了。你又拿毛巾干啥呀？要洗澡吗？不昨天才洗的吗？又想掏耳朵了呀？哎呦我天哪，还得拿棉签儿，又掏耳朵呀？你洗澡就是为了掏耳朵呀？哎呦我天哪，是吗？伯伯乐啊，你看这2张钱，哪个多？啊，那个多呀？哪个少？那个少呀？那哪个钱是你的？啊，那剩下那就是我的呗。那咱俩去买好吃的，拿你的钱还是拿我的钱？拿小白的钱呢？对，拿小白的钱啊！不不乐，你真棒！你今天在家跟小白都干啥了？上这屋来干啥呀？他把你关这屋里了，把门关上了。那你干啥来的？啊，你趴门缝看来的呀？那你看着啥了？咋的啦？这块有啥呀？小白又藏钱了呀？还有没有啦？真有啊，在哪儿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这小白咋回事啊？咋总藏钱呢？波波乐啊，你告诉大家，昨天小白是怎么藏的钱？啊，他拿梯子了，然后呢？上这儿来了，然后呢？他就蹬梯子上去了，把梯子放这儿，是不是？然后把钱放上边了，是不是？那他这种行为，咱们是不是得惩罚他？咱们惩不惩罚他？对，拿家法，惩罚他，必须得收拾他啊！还敢藏私房钱？哎呀，我波波乐，你是不是生气了呀？拉个大长脸！我刚才没在家，小白欺负你了，咋的啦？他搁这喝酒了，搁家呀？这一天扔的可哪都是，一天就知道喝酒，不知道收拾，就知道糟践。这一天天的，他坐在那儿喝的，那你就跟他喝点呗，那你就跟他喝点呗。他把门关上了，没让你进呐。这小白太不像话了，那他给你吃的啥呀？吃的啥呀？他给你吃的方便面呐？这小白太不像话了。